做的衣服。对。那可是我觉得就我会发现没道理。对啊。对。不合理。打给英子。他也不做。而且的时候不关我的事。对。就他开始。找下一个。但是其实我不知道马六也蛮奇怪，他是 pro 才加哎、欸，嗯，你觉得怎么会？你怎么到 pro 才想到要加一个火焰花？哦，有什么颜色呢？对啊，重点是他又很强调他都很原作、嗯，对啊，如果你就是完全就是哦，就是完全不管我，就是做我自己，我只是用一些 IP 就算了，你也没有。哦，那个 bra 没有做出来。对啊。发钱滚。嗯。我看、嗯，他全部把他打掉了。对，漂亮，直接给他一个上臂哦。我不要。Panic 的倒躲。对，我反而不是，看我还蛮容易 Panic 躲。对，蛮容易 Panic 躲。Panic 防守。这个就很奇怪了，刚刚的前空前，直接抓来惩罚。好，全部都开放生理，剩下的全部直播。好，直接一个贝尔，现在是套领先了。套想说给他抓，没差，然后让他吃个30%。哎，直接被阿 smash 惩罚，马六的招牌的杀人招。30%了，嗯，再一次吗？好，哎，别抓，感觉很奇怪的抓，拉屎，恶心耶，拉屎炸药，咦、欸，如果说这个炸弹叫做拉屎炸药，一定没有人想要装这个配备，怎么会？我一定装。你打到别人就直接羞辱，直接大声的讲，那就是拉屎炸药。然后别人就算那个，虽然是其实我盯你，对，他也觉得很恶心。哦，到底装了什么呀？真的是炸药，对，真的火药，用沼气配合出来的炸药。哦哦，直接再射一个。哦，他知道会滚，然后直接再射一个。这个 percent 很糟糕啊。嗯，哎呀呀，他猜对，可是没有弄好 timing。上来呢？啊，完蛋！这个啊，对了，提杆的躲不太好。摩诺刚也做了很糟糕的选项，但没想到还是惩罚到了。对，这个可胜了。其实很多东西可以杀。我们用 Force Smash 呢？刚想说抓就好，可是抓或是 Dash Attack。对啊。不打，刚好抓也会被那个。对对。他老了。因为他听不到。对啊。我觉得这边听不到。对啊。好，那。哦，后脑再给他一个大炮，上迷吗？没有，嗯，先撤再说。对，先抓，先拿回那个 stage， 没错，拿到跳，嗯，冷静哦，冷静，很像是那种老板说你不能躲，嗯、然后他就只好站得很立正。他怕自己的反应，那个不能躲，他一定要那种贴得很紧。如果你老板叫你不能躲，躲就杀，躲就被开除，你也不会躲。刚蒙多那个出那个废人，嗯，就是讨炮。对啊，对啊，就讨那个炮吃，炮一用就，对啊，就很奇怪。打这种永远成武器的、啊，在外面绝对不能乱出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别人就在瞄你卡住的那一瞬间，让你卡住动作，所以不能闪，对，不能闪，不能跳。哦，漂亮的贝尔，动作很华丽。哦，哈
要拿个大的，这很正确的选项，拿到的话就太划算了。对啊，哦，这一个大combo吗？哦，这个漂亮，抓闪，嗯，很准，这个抓地板动作，你有耐性，一个废人，一个当波特，哎，骗你的，哎呀，好可惜，直接被那个动作躲掉了。漂亮，是把跳拿掉了，不知道，没有。蒙多大高回场，对，然后跳到场中央，被死外边太可怕了。对啊，哦，很漂亮的 tag， 很重要。他知道，对。啊，这个压位置这个住了，位置完全不能动住。我觉得刚刚现在才可以退，但是但是超第一时间没有反应到，就来不及拉了。对啊，有时候也是。就是你只有一个正确的选项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就会做错。哦，就是套要怎么收呢？难的东西 ，Sams 的收招真的很讨厌，那个就爆炸。蒙多在专注丢那个。哦，这个是。精神上伤很大，你被接住了，然后就哦糟糕了，然后你combo就掉了。哎，蒙多精神上状况好，没有被影响，因为被叫接住。哎呦，刚刚那个他没有想要上来，而且这个滚没有被抓，对啊。我说这个上来很漂亮，把那个场面给打开了。对，没有，因为进入危险的那个情况。哦，别抓！这个炮加链子真的很可怕。对啊，哦，这个哦没啥，拉屎炸弹。哦，这次蒙都有做变化哦。嗯，这个 percent 我觉得是马里奥比较危险。对啊。马又杀就那样吧，像詹姆斯多样性太多，抓也不行，然后空中有几个动作是杀的，对啊，地面上有 dash attack， 对啊，不管怎样，刚好收掉那个，哎呀，那个蒙多有跳不到，可是没有用好，这么被吃了30，对，蒙多打得蛮辛苦，詹姆斯不是很直觉的角色，我直接一个上臂很重要，嗯。可以确保哪些继续拉开。哎，完蛋！对，宇宙银河 armor， 我都收不掉这一命。嗯，哇，这个太重要，这个位置，哎呀，可惜。我觉得炮刚刚没有出去守，太可惜。对啊，跳被你骗掉，搞掉了。蒙多还有一丝喘息的机会，好，直接冲过去，哦，完蛋，哎 ，Go， 宇宙银河装甲，差点就被逆转，哎呦，就是套圈，哦，哎，这个零 punish， 好，直接先回到中央了。哦，这个蒙洛机会。哦，我觉得这次就刚刚的蛮危险。嗯，两个都很紧张。哦，他知道他逼缩两个 carry， 不知道接下来要抓。哎呦，这个漂亮，这漂亮。啊，这套危险了。哎，完蛋！哦，拿到，我们恭喜蒙多，恭喜蒙多，抢回一分呢。对，压力很大。刚落后这么多，蒙多抓回来了。嗯，文字对心态很好。所以说杰瑞并没有崩溃。对。
我还以为不小心自杀了，哇，这一系列哇，蒙多吃了好几次炮啊，这个状况危险的，倒也被打到，哎呦，躲掉了，鞋子里面少了一层皮啊，光脚了，变粗了，打死炸药，被动。好、哦，这个会吗？有贴好。给你交换，给你唱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想要骗人。啊，那个超可怕的。对。这个根本不是蒙多的错，对，你只是你觉得你要怎么办？对啊，你不能干嘛？你当然要挡啊，那炮会来啊。对啊，但是你挡了，你就死定了。你真笨啊！你做送弱就死。对，你怎么没想到呢？怎么可能？当然有想到啊，但真的没办法。对呀、啊。好啦，现在最后一种那个。完蛋，进绿色区。哦，刚刚那个再反应好一点，其实会按住 A。对，因为刚刚那个下动级，你很明显可以抓到闪。嗯，结果没想到先放了。哦，哎呀，果然套了。我刚刚想说，哦，这个已经没有看到。要死！哦，超危险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已经中两个炮，中两边了，两个烟火。刚感觉他应该不是想要接那个。哦，蒙多怎么办呢？目前打得很好。哦，对，蒙多现在敌刚都是蒙多在，都蒙多在出招。完蛋！还没，这赛没死。OK。你打到一次吗？哎，那個，我刚刚那个抓太随便了。对。哦，哎呀，只拿了一下，我没有下去。对，他刚刚应该想下去。对。我那也蛮厉害的，竟然追了这么多粉线。对。如果你哇吃哇这个好痛。拉屎，拉屎，拉屎，没有，拉屎啊！这个套这个也太随便了，套感觉有点太急了啊！哦，这个就是这是唯一一次急满急够久，要急就要急到看到为止。对，危险哦。嗯，哦，阿贝尔，这个不妙哦。好 ，DI 直接被追回本线，这打一波，那个炮放太随便了，难讲哦，嗯，谁都可能赢，对，这局有几？就，哦，哎呀，我们恭喜蒙多 ，mix up 很好，恭喜蒙多，没了，阿泰将。